本视频由未来车原创制作。 SUV 是目前市面上很受欢迎的车型，饱受消费者青睐，消费者们买车一定是十分注重经济实惠原则的。最近全国范围下有五款优惠力度特别大的汽车，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些车。一、奥迪 Q3， 相比于宝马奔驰的昂贵入门价，奥迪是更具诚意的。奥迪 Q3 是略低配于 Q7 Q5 的大众入门款，配备 1.4T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为150马力，配置了双离合变速箱，现在的市场价位已经优惠到20万左右了，还是很诱人的。二、大众途观，这是一款德系的国产 SUV， 造型大气稳重，配备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节能环保，动力强悍。两款发动机，一款 1.4 升150马力，一款 1.6 升160马力，因为是老款车型的，所以最近的优惠力度相当大，最低17.3万起。三、丰田 RAV4， 这是一款四轮驱动的休闲款车型，稍稍具备越野的气息，采用 2.0 升2.5升两款大排量吸气发动机， CVT 无级变速器，这项配置对于19.7万起价位的车来说很有诚意的，适合于追求动力强悍的消费者们。四、福特翼虎，这是福特公司推出的 SUV， 主打营造更好科技感，虽然是老车型了，但是一直的销量都很稳定，目前最低优惠4万左右，追求奢华科技感的消费者可以考虑。五、雷诺科雷傲，这是一款小众车型，在欧洲上市，拥有独立的发动机与变速箱技术，也是一款老车型了，但是外形主张奢华大气，最大优惠额接近2万。